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。今天呢，要做一个开箱视频，就是这个 Harry Potter 的这个75953。这个我已经买了很久了，在我没做视频之前就买了。所以呢，我已经把它拼了一半了，拼了这个，还拼了教学楼的一部分。然后还有这个小车车，所以呢，我想把最后的那两部分给拼完。今天是注重要拼这一本，这一本就是4和5的，然后它拼完了之后就呈现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开始吧。